泽塔出发。什么？泽塔还真不见了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泽塔一个，咱们多洗几次。是就是，我试给你们看。杰德，去吧。啊，怎么又没了？德凯，你也去。怎么回事啊？新奇暴龙驾车，龙钻战甲送出去的奥特曼回来，奥特曼都不见了。哎，是有人把奥特曼给劫走了。谁敢劫走奥特曼？别在这儿，咱去看看。好。嗯？什么？原来是你。没想到还被你们发现了。对，就是嘛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奥特曼劫走了。对呀，大爷太过分了。哎呀，你们别哭了，我们要帮你们讨回公道。对，大暴龙，你为什么专门抢他们的奥特曼？因为他们四个好欺负呗。你太过分了，居然欺负我们四个小孩。好啊，你居然觉得他们好欺负。我看你是不知道他们四个的厉害。他们四个有什么厉害的？你不知道是吧？那今天就让你看看他们的厉害。电磁救护车变身。耶、yeah, 救护车变成了机器人。钱、一个救护车变成了机器人又怎么样？想让救护车救这些奥特曼，白日做梦！我看你是太嚣张了。这一次，我派电磁战斗机来和你决斗下。战斗机变身吧！就他，他也救不了这些奥特曼。电磁战斗机机器人，你一定要发挥出你最大的威力啊！对呀、啊，能不能救出奥特曼，就靠你了。哎呀，电磁战斗机，这可是你们电磁机器人和大暴龙之间的荣誉之战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我没脸呀、啊，我救不出奥特曼呀、啊！哎呀，战斗机，你别灰心、啊！我早就说了，他们四个很好欺负的，这下你们相信了？他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哦。你说什么呢？要相信我们的伙伴。你让我怎么相信？现在咱们来救奥特曼，他们还救不出来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可是，哎，可是什么可是呀？你们就放弃营救这些奥特曼吗？不可能！什么呀？土豆，再相信电磁暴龙战车一次，我肯定让他们打败大暴龙。嗯，你想到什么办法了？就算电磁合体机器人来了，我也不会把奥特曼还给你们的。电磁。